是黑手的大型工人乐队。住宅的问题就是阶级劳动者的薪资收入并没有上涨，但是台北市的房价涨了三倍。很多想要出来而无法出门的朋友，我们要来表达我们的声音。未来高房价问题还是会跟各位继续纠缠的至少25年，所以当我们今天举起这个手势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是瓜牛族了，各位说对不对？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无壳瓜牛。或许今天你还没有房子，你还买不起房子，那有可能未来10年20年你更不可能买得起房子，除非我们的高房价被有效的打压，被有效的遏制，回归到一个居住人权，回归到一个基本的权利。哎呦吼，哎呦吼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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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有梦，却找不到那翅膀。我是不经意，自己何时变得孤单一样？有些事相信自己，什么事还有意义？Yeah.